9月7号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最新的外汇储备规模。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8月末，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,072亿美元，比7月末上升了0.7%，比年初上升了1.1%。8月份，我国外汇市场秩序良好，外汇供求基本保持平衡。